决定了，今晚得空吗？今晚啊，得空。要不要一起吃晚餐？可以可以可以。那我们今晚见喽。嗯。Oh my god， 男生约我哎！今晚一定要美美的。这样我要不要去小美介绍我的美容院做一下飞升呢？但是价钱很贵的哦。可是今天要见男神耶，没关系啦，久久花一次钱无所谓啦。拜拜了，我的钱。生肖属牛的朋友啊，今年呢，因为呢夫妻宫呢有一个天机星，主的呢就是今年的姻缘特别多，也特别多追求者。那单身的你呢，今年是一个好好脱单的机会。那如果已经是有另外一半的呢，就要好好的逼急一下。那至于事业上呢，今年呢有一个掌权的星哦，所以在事业上啊，今年呢很不错的一个年来的。那至于钱财上，今年有看到一个天同星，属于耗财星哦。耗财的地方呢是吃喝玩乐，还有娱乐的地方、美容的地方跟购物的地方，所以今年啊，钱财上面要好好的规划一下哦。谢谢大家一直以来支持师傅听你的。那如果要更加了解自身的命盘，可以来找我批算紫微斗数。十二生肖的这个分析啊，只是属于一个比较浅白的解说。那如果要知道更详情的呢，必须要用你的年月日时间来批算哦。还有今年如果要增加知识，可以来学习我的紫微斗数课程。因为紫微斗数课程啊，可以了解一个人的高低起伏、黄金十年、你的钱从哪里来、缘从哪里来，最重要的知识都在里面了。恭祝大家2022年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